你真的热爱行销吗？不会吧！哎，你是不是加入了我们帮店哦？谢谢你们，你会不会觉得蚊子很多？啊！来来来来来，哈利波特他怎么飞起来的？谢谢你们，谢谢你们。霸占经营那么久，我也很希望有人能够超越我。想学销售，跟我们这对好。你真的能教我学销？销售不一定要把真实的自己展现给客户看，戴上你的面具，抛下自己本来的 personality mask。 素叶匪懈的素，你是来面试购物专家啊？我会讲法文 ，Bonjour, Gigi Monsieur, La Bonsoir, Concern Hermigo。 为什么一直处处针对我？玛丽姐的位置是我的。理想主义是没办法卖东西的，耍那种卑鄙下流的手段就有用吗？不要侮辱我的工作，我不会输给一个花瓶，放马过来。